始终还是不在道上，都不在，就是那种感觉，都在就是心里边最关注的问题，还是自己觉受里边那些情感啊，那些东西，始终还是那些，他是挣扎的，想从那些东西解脱出来，他不是说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他也男性也有，但是总觉得还是男性那种心啊，就是比较平和，就是即使很苦也比较平和。这个生理确实是也是有这个阳气阳阴阳不一样，有点真的是很明显的。男性也有创伤，不是说没有的，但是那个伤，男性就不会每时每刻每秒都活在那个伤口里，他不会让自己活在那个伤口里。但女性是，你看吧，那每时每刻就陷在那个伤口里了，就是那种，就是，然后在那里边疗养，在伤口里疗养。你在伤口里怎么能养好呢？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就像有一个伤心地，在那个伤心绷在那个伤心地里边在疗养，在喘息，在疗养，就是那种。男性好很多，男的可能我觉得生理上还是有不一样，就是很本能的东西。但是从心性上来讲，本来就没有男女嘛，在心本来就没有男女的，但是这个生理对心理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还是有一点。但是也有极个别女性，但是我还没发现，就是大部分你看我们在座的，明显的就像你看在做几个男的，就算他们没解脱，但是你明显的感觉到，如果是修行这一块，他们是要他们快很多，解脱上，但是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女性呢，还是要找到自己的，我们修行还是要找到内在的一些东西，不能把自己不能活在自己自我的角色，你在伤口里永远想不好伤的。就是永远就是好像就永远很难走出那种环境，就是那种环境不断的自己去，就是他制造环境的那种速度很快，我这个环境刚刚平息，我又找出一个，又找出不断的一圈一圈一圈往出找，难得慢一点，就心里边对创伤的环境造得特别快，因为他围绕着这个创伤，他会造很多很多幻影出来，然后因为这个创，根据这个创伤来攀援，构思很多是悲惨的故事，给自己听，很多伤心的东西给自己听，然后写很多剧本，根据自己这一点伤心，然后围绕着写几十个剧本出来，几十个，然后都是跟自己能扯上关系的，然后别人的事情、看过的电影，所有他能联想到的、构思到的，全部放在自己这点伤心里面。然后把它扩大，本来自己小事也扩大成无量无边的东西，然后就都在里边要解脱要挣扎，然后说很久了，但是男性会好很多，为什么呢？男的会，我发现男的也很伤心，有时候他们也有事情放不下，但是他们的心就好，他不会，他就这一件事，他不会编故事，他不会在这一件事的周围编一圈故事给自己听，他不会扩大无限放大，他就这一件事，我痛也就这一件事，就在那儿痛着，我能看得见这一件事，就这件事我痛，但他不会无限的转圈给你扩大到。女的其实不是痛这一件事，我发现女的是这一件事引起了她无量无边的联想，她痛在这种构想里，然后那些无量无边的那些构想里根本就不是他发生的故事，但是他会想象，然后想象过去未来写啊一大堆，然后他最终他都忘记这个只是个连线，就是有一个点，就通着这个点就像神经组织一样就连出去了，男的就这一个点，女的是连线，连一大圈就比较多，就那灭不了的。不过你好多了，你虽然你觉得你忘了好多，头脑反应没那么灵光了，可能是气血供不上。对呀，我觉得是。稍稍有点血虚，但是我觉得心态好很多，心态好很多，都有进步，但是女的差一点。加比较，坐在这个房间的男的比女的好。公平。叫起来。是。
每一个男的，不管他们修没修这一段时间，都还行，出美好一点，别那么伤心。小伤也有进步，但是小伤要，但你要还要一点点时间，继续了，再需要半个月吧，十天半个月，坚持，不止于了，不是我，你修的还行，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你付出了这段时间，在努力，但是呢，但是你头脑里边自我的那个认知啊，很强硬，只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磨灭那个东西，那个需要时间来耗的，跟时间耗，所以单纯的急是急不来的。你对自我的认知，就说你的重点就是，当你修行的时候，比如打坐的时候啊，比如是你头脑里有一件事，比如说有这个三浊或者什么，你会想我怎么面对它，旁观，把它搬成梦幻泡影不动，我心不外求，不内分别等等。不管你怎么样去有一个状态，你都不要去给它定义，就是我应该要有一个什么状态来面对这件事。你不用有状态，任何状态都是错的。你说我不动的状态，我静的状态，我止的状态，或者是我有一种旁观的状态，所有的状态只要你头脑头去认它，你都已经错了。你没状态来面对它，不要状态，但是你觉知你是苦的或者甜的喜悦的，你不要状态，但是觉知身体会自然升起一种状态，它身体生理上会自然的，因为你的六根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反，就是觉知嘛，见闻觉知嘛，身体会就像核反应一样自然升起苦的乐的状态，但是那些状态不是来自于你的头脑的，它是自然反应出来的，你不要管它，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也不要去旁观它，也不要去就你对你来说，你只需要不求任何状态就行了，不求修正的任何状态，等于就像不求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一样，不外求嘛，佛说不外求，但是我们总是想求嘛，那你就因为佛说无所得嘛，无所失嘛，所以你求也没用的嘛。还有说啊，都说还在求，那就观成梦幻泡影，说一切梦幻泡影嘛，所以这是幻境嘛。所以但是随着你不求不外求，然后内部分别，然后也不再渴求修正的任何状态，你就这么坚持，你这个头脑这个就是它是来自于神经系统的，一定要有个说法的话，可能来自于神经系统，其实到最后神经系统也会破开，就是会消失的，就像黏连在一起的那些的，慢慢你会感觉开始有个东西，后来就慢慢就没了。那个是不管它叫气脉转化，叫什么其实都不重要，但是你需要打开这块的东西，所以你需要时间。那你还是有些进步，但是没达到质点，就是有点要个样子，就是因为在生活里边，我们习惯要个什么样子了。不管他是君子的样子，还是小人的样子，还是什么样子，你已经习惯了，所以修行也要有个样子，保持沉默，不要去分别，有些不是不要去分辨，甚至不要去争论分辨一些东西。对你来说，沉默是最好的，所以你修止语还蛮好，但不是修止语，是沉默。你能忍得住不说话吗？并不是我要修止语才不说话，是你能忍得住不去分别吗？不去为自己辩解吗？你能忍得住吗？你的辩解全是来自于你自我头脑的，你那些辩解没有用的，不是对错的问题，也不是你做对了，也不是你做错了，你能忍得住才是重点，你不去辩才是重点，不要管别人怎么认知才是重点，然后从这种别人对你的不认知里边去慢慢去体验，那种快乐很快就会升起。不要管别人怎么认知你，因为你有这儿有个很固执的自我，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是我们这一点是，尤其是我觉得东北爷们儿是比较强烈的，就是他是潜意识里的，就是我就是爷们儿，就是那种很到最后打也要脖子梗一下就要梗起来的那种，这一点上你是这个神经系统是很难干，不管别人怎么认知你，对，人家把你认成这个那个没有关系，你就去开心去偷着乐去，不怕别人的，如果你的发心是好的，那么 OK， 就不要怕别人误解你，不要怕别人诽谤你，不要怕别人诋毁你，也不要怕别人爱你恨你，都不怕，但一定要觉照到自己的发心起点是好的，但尽量也不要打扰到别人的休息 OK。 所以从休息到生活，先你是不是别人，是你要破这个状态，这样就把固执的那一点点就解脱出来了，从你的很固执的那一点，你骨子里你这块有一个很固执的那种样子，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芥蒂上，很多人说哎呀无所谓了，人家给你当狗屎也无所谓了，你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真的有人把你当狗屎的话，尤其你欣赏的人把你真当狗屎，你是受不了的。如果你很欣赏这个人，然后他内心把你当狗屎，你会觉得伤感情了，就是伤哥们感情了，就是那种，如果你不在乎的人说他也是狗屎，如果他把你当狗屎，你说他也是狗屎，我才不理他呢，你无所谓，你会吹着口哨走的。但你很在乎的人说，那个小三背后悄悄的说，而且还不是对着你面，悄悄的跟别人说，那真是个狗屎，他就完了。他会觉得怎么这样呢，就一下子就杀透了，就是这种。但是这个你要去反省，在这一点上，不是情感的问题，是在这一点上你的自我好强烈的，在这个天就是那种强烈的那种自我意识，你还是在别人心目中要样子的，先把在别人心目中要的那个样子先放下。佛是没样子的，佛永远没样子的，如果你要个样子，那只能是六道众生，不管哪一道都有样子，只有佛没样子。你要突破这一点，就差这一点，但需要点时间。小时候也挺用功这一段时间，最起码很用心的想成佛了。德喜这两天打坐，你这两天怎么修呢？没怎么修。每天做啥呢？好像感觉总想通过眼睛去抓取信息，好像成就感，大家就走到这一块会觉得非常的累。为什么要透过眼睛，只是一个管道，然后就是自己知道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总感觉有点非常的累。也不是了，但是你肝不好。那个是病态的，跟你休息没关系。我们挺也得，有时候是鼻腔，不是肝，是鼻腔、鼻黏膜什么，就是气脉的问题。那你是个病，就可能鼻黏膜有一些鼻炎啊、收缩啊什么，眼睛后左，气脉后左的，眼底气脉后左。好像就像那个。那种感觉就像在看手机看信息，有点上瘾的那种感觉，总觉得就想去看一些什么，总觉得想去看一些，但我觉得好像是对，有没有，也不是说不对，就觉得很奇怪，有点像习惯性的要想去看的东西。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嘛，也没什么不对啊，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当成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即使你上瘾又怕什么呢？先不要去说，去猛烈的抨击说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对，但是当然说每天从早到晚拿着手机当然是浪费，有很多时候浪费时间，眼睛也不舒服啊，但是在意识层面没有任何东西是不猛烈的，在就是说在休息人，因为你是把这一放在休息，我不是在说人道的事啊，你是一个修行人，而且是个成人，知道吧？你不是一个小孩能上了网瘾啊，你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成人，对你来说
你不会成瘾的，除了吸毒，除了去赌博，哎，除了嫖，除了赌，除了吸毒，你可能上瘾了。我觉得网瘾你不可能，所以你不要在内心猛烈的对这个自己暂时的拿着手机说打游戏啊，或者这个有多大的，就是，然后去寻找到它，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还是有时候空虚吧，空虚有大量的时间在那，有闲着的时间。而且你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让你感兴趣的能够投入的事情，所以你就去看手机了，只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转移，它对你不是一种上瘾。而且在内心也不要觉得这个是多么的丑陋不对的，它是不要去认知它，就是不要定义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在心里边，但是在行为上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是对修道有利的，什么样的做法对修道暂时没利的。任何一件事其实都可以成为助道的因缘，任何一件事包括网络其实是也是，只是说在不同的时候，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可能你需要更多的坐在坐垫上，但是随着你时间，你吃喝拉撒睡也要在如如不动，也要去觉照去旁观，然后心不外求，不是意念，是心啊，就是不是说管住头脑，是管住你的心。哎，不动，如如不动是心不动，不是头脑不动，是心不外求，不内求。啊，就是不要去猛烈的说是，哎呀，我好像上瘾了，我好像怎么了，我好像堕落了，我好像怎么了，我好像不要去猛烈的抨击自己，去认知这些东西，然后去觉照，然后也不要。对你来说也不要完全认为我就是坐在坐垫上才是休息，但是还是拿出，如果对你现在的目前的修行状态来说，还是如果是有你要准备修行的，还是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去坐垫上修，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能在吃喝拉撒，在对人处事上旁观。我觉得你啊气脉清了好多，就是还是有进步，就是气脉没那么浊了。但没那么浊了，有一点弱，就是就是去有点没那么冲，就是能量没那么足了，有点虚，但是心脉清静了一点吧，清静比以前没那么浑浊。那就下段时间还是多做，长时间做。还是做，然后口喉咙啊也的是有些脉还是窄的蛮重的。然后在坐垫上保持，你现在的打坐时间应该保持到一次三个小时，你才能起点作用。那这种打坐用不用什么呢？还是只是保持不分？你随便吧，你反正有很多法门的，你随你用了，你现在对你也就这样无所谓了。现在就是有时候。当我想去看一些信息之后，我会觉得找不到自己为什么会去想去看信息，这是真的让我苦恼的。那我看不看，看了我也没分别，但是我就有一个概念，好像要想去看。其实还是欲望，就是有时候有的人就喜欢大吃大喝，我吃最好的美味，在这一块满足了，他可能其他地方好一点。有的就在其他欲望上，就是说在就很强烈，就每一个欲望。但是它只有一个，我们现在吃素了，吃斋了，又不出去蹦迪啊，又不去玩啊，不出去吃喝玩乐等等的，你的欲望只要有一个出口，那么你这种出口在你没有达到无分别空虚空下虚空了以前呢，你的欲望有时候会短时间也停留在一件事情上，一直那件事情达到一个平衡，就让自己暂时忘却那种不适不舒服那种，因为。只要对身体影响不大，也算是敲心吧，就这样。它只是坏习惯而已，不要想太多。不要说它从哪来的，它又到哪里去了。包括佛宇宙，这个宇宙大家问佛，它从这个宇宙是从哪来的？它最后怎么会灭掉啊？这跟你刚才问的问题，你是问的一个我为什么这个游戏突然这样的，或者是我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我为什么生出了这种欲望，这是一样的道理。那其实今天还应该看新闻，然后我今天我说
我说老看我看新闻有没有分别吧，就没啥分别哦，这就新闻完了。想多了，真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谈恋爱的失败啊，或者一个人死亡啊，或者是什么，其实简单一点嘛，就像这个橘子的就是消失，或者是其实简单一点，这个世界 你知道一切都会死亡，一切都会走变，一切都会在变异，就像这个杯子的变异一样，只是你赋予了它太多故事，对一个人你就赋予了太多的故事。如果对一个杯子的事，假如是你最喜欢的一个茶杯，即使它碎了，你也不会赋予太多故事，你接受了。如果一个茶杯碎了，你就会接受它。如果一株花养的死了，你也会接受它，因为它对你就是个花死了，杯子碎了，它没有其他。但是如果一个人死了，你很伤心，你会赋予他很多的故事，伤心的是那些故事，不是那个人死了。如果一个杯子碎了，你会接受它，坦然的，即使你很喜欢。但是一个人如果 一段感情碎了，你会很伤心，因为你赋予了太多的故事。我们活在那种故事，但那个故事是你编的，真的不是你导演的，还不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请你纯粹在头脑里边编出来的，就好像绵延不断的那种情感，那些生生死，因为里边渗透了很多事的东西，其实里边就是恩恩怨怨、患得患失，然后就赋予了它很多意义啊，很多应该不应该啊，很多抱怨啊，很多嗔恨啊，很多嫉妒啊，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遗憾啊，很多的，把你所有的情感全部赋予在这个杯子碎了或者是花死了。其实简单的修行的人就有一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花死了 ，OK。死了，所有的花都会死了，只不过他今天死，明天他死，后天他死，所有的杯子都会碎，今天不碎，有一天也会碎。只要他是从他开始生长生成那一天，有一天他就会碎掉。时间而已，就算是感情的事，就算白头到老，也就是七八十年，他也可能死掉了，是吧？只有一个现实。同时死的也有比较少，怎么个小白头到了，是不是？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就是那么件事，而不是故事。故事是人编出来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其实好简单，因为二维三维角度非常简单，很多事我们头脑太复杂，心灵太复杂，赋予了它太多太多的故事情节，然后自己活在那些故事跟那些伤心的那些境界里，都是自己坐在那儿想出来，就想多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永远在疗愈之中，永远一直在疗愈，但是一直在伤心。伤心是你想出来一件，又让自己在里边疗愈，想出来一件，就不断的这样去攀越，就想事情就那么简单，没有太多，就是碎了感情情感，或者是很多大家都不过，女孩子很容易在情感里边受伤。情感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蛮简单的。如果抛去头脑的东西，情感非常简单。就是其实有时候只不过是面对了一份关系而已。你面对了一份关系，你怎么处理好它？人跟人有很多关系，你面对的这份关系是朋友，这是仇人，这是什么？然后你把它分开了，那这种关系你怎么去处理，怎么把它处理得最好，就这样。或者是你还是逃避，都无所谓，都怎么处理也行，但是不要骗故事，不要在里边折腾。如果有故事，你就永远走不出来，就算走出来也不是你，一定是另一个你。能够把自己在一个故事里走出来又重生的人很少，几个别的，几千个几万个就有一个，从一个苦难的故事里走出来又重生了。大部分人在这个故事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伤痕累累。那些故事，那些自己编的那些故事已经像一个一个伤口伤疤就在那儿已经烙上了，带着那种病态进行下一个故事。
能够说走出一个苦难的故事又重生，这个真的是比较需要不断的反省觉照，需要清楚自己那些故事是真的还是你编的，一定要搞清楚真的有这样的故事吗，有生生世世这样的东西吗，就算是我们这些电影里边演的有三生四生十，我们有十四的缘分十五世的缘分，或者都是虚妄的，并不是说那不是无情，不是那样的，只是简单，把你的故事简单，就是看着这个世界一切都一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你的故事就说终结了，就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就简单了，所有的故事都简单，只是你在里边千回百转，你在里边千回百转，然后呢？啊，伤过了心又伤过来，伤过去又伤过来，都是我们编的，没说你你好了，我希望你重生，每一个故事经历过了，希望每个女孩子当我们经历一个故事的时候，从这个情感的故事经历过以后，有一天走出来是重生的你，而不是带着伤痕的你，带着病痛，带着伤痛开始重生，是一个蜕变过的重生的，那么这个苦难你是值得的，所有的苦难就值得，那就是凤凰的涅槃了，那就是修炼了，那就火中取炼了，那就是哎，那就很厉害了，如果不能重生，但这个重生是需要很高的智慧的，在苦难中重生，这女孩子都要有这个本事，由于我们由于编故事，而且由于千回百转、柔肠百般去在那儿转悠，那么你就要有重生的本事，否则那就是伤害，那就是很深的伤害，它会带给你一生，一生你。很多人说，即使走出来也回不去，但是它会带着一生的病态去成长，继续成长。那一直到你重生那一天，蜕变那一天，所有的伤痛才会彻底脱落。但是女的这样修就更苦、更辛苦一点。是啊，她始终保持。如果你有禅定功夫，会好很多；如果没有，慈悲平等，慈悲平等始终是你要的，始终保持慈悲、柔软、平等。然后你就会解脱出来，还有智慧。当然说，你慈悲平等，慢慢智慧也差不多。闻听佛法，闻听佛理，闻听佛的智慧，然后呢，保持慈悲，我觉得是突破这个情感这一块的最好的工具。当然有定力更好，没定一般也没定力，有定力也不这样，就是有定力就不憋故事。有定力不编故事吗？没定力才自己在那千回百转编故事吗？那实在编进去了，把自己变成主角了，那在这个主角就保持慈悲吧。然后呢，尽量的不让自己的所做的一切行为给别人带来痛苦，苦就苦自己吧。然后也不要觉得自己多伟大。然后呢，还要有很多的方法来当自己苦的时候能调节。能想出一些办法来调节自己，比如吃好吃的啦，逛街啦，对，就是虽然是好像是一直一些工具来改变，但是在自己承受力范围内，有时候承受不了了嘛，那就出去转悠，或者是干什么都行啊，就适当的调节，就像吃药一样，有时候忏悔啊，什么都是方法了，还是什么起作用，有时候什么也不起作用。然后就哭鼻子吧，也是一个法门，然后他对着谁哭呢？找个适当的人学对着他哭，比如对着陈岗啦，对着小赵，对着我们这位哪位大德哭哭，来是我你哭，对我哭也行，只要我在你们一起哭。我知道我半夜不在，你们对谁哭呢？我给你们找几个，看见谁就向谁哭。一定要相信，一般尤其在这个情执上解脱的时候，
你每往前走一步，如果你没有定力，很深的定力了，每往前走一步都看不见太阳。有时候越走越黑啊，越走越好像那种忍受是永无止境，深深的绝受啊。但是只要你走到那个边儿，天就一点一点一点就开始亮起来了。一定要走到那个黎明，它黎明前的黑暗很黑的，我告诉你，但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走走走，才有希望彻底解脱，否则永无止境。当然说静坐还是要保持的，如果你觉得很辛苦的话，一定要每天保持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静坐，不管你打不动的坚持，这样呢就慢慢的有一些身心不动，然后自己乱动的时候就身心不动，就心不动，不是头脑可以乱动，头脑因为你很多的杂念，心不动。心不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就是我不再渴求这个世界东西，因为你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我渴求这个世界东西。佛说这世界是假的，梦幻泡影的，我不渴求了。佛说我渴求也得不到，我不渴求了，就不断的说服自己，就心不往出扑，扑到这儿，扑到这儿，扑到不扑嘛。然后呢，当心安住在这儿的时候，又开始想，哎呀，身上这儿痒痒，那儿挠挠，这儿疼，又开始关注自己身体了。那你再不关注自己身体，也不动嘛。不往外求，不往内，不去分别内在的这些觉受，然后就停在那，这就是身心不动，坐在坐垫上每天两个小时，这样子培养一些定力，可是蛮辛苦的。每件事当碰撞到我们的渴求的时候、欲望的时候，好辛苦的。你怎么能，你就真的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所以一定要有点定力，成熟力。不如不动，等你有一点身心裂的不动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一切来，就是来也行，不来也行，你就变成，你就有了主动权，哎，你就不会渴求我一定要吃这个西瓜，我一定要，你要一定要，肯定苦难就来临，有时候能吃到，有时候吃不到嘛，是吧？当你不渴求这个世界一切的时候，你如如不动，慢慢的，慢慢的。即使你眼里看到那个西瓜，你还着相，你心还在动，但是你已经有那种定力了，你会不动。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自己的承受力很强了。一旦你离开那个西瓜，你也不会觉得很辛苦。你虽然眼睛看见它还想吃它，但是呢，你离开以后，你就慢慢的平静下来。现在是你离开这个西瓜，你还想着吃那只西瓜，是吧？你每时每刻还在想这只西瓜。如果有定力，他看见的时候他会起心动念，但是呢一旦他站起来走开，他的心就会在，尤其在坐垫上，他最起码有几个小时把自己捞出来了，从那种苦难之中，否则24小时在里面，然后每天有几个小时的打捞把自己捞出来，这样子来修，累积下来还是蛮厉害的。另外还要有点智慧，智慧这个文思修吧，听，边听边看边学。